讲家己唱的不准。你要唱好歌要找对象的嘞，现在很少人会要唱这种歌了，所以你收宝贝姐妹为徒弟是对的，是对的，可以把你们的歌流传。是是，不是把我们的歌，是把不是把我们的歌流传，是把姐妹传承姐妹的精神，那个精神哦。对，因为姐妹现在越来越少，好像剩下两对，两对姐妹啊，三对，可能啊。啊，希望说来会更有更多的姐妹花。哎，现在人家都马生一个。啊，不得生两个，哎，那两个都喜欢唱歌的话，又是少之又少。对对对对，我跟你讲，不要紧哎，就算是生一次两个，不性别不同也可以呀、啊，也可以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这阵姊妹无够用啊，哇，咱的台主隆重去找兄弟了，哦，拢是找白色的和乌色的，不能够早早出来找了啊。真的，乌的，因为那个是好像是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，还、欸、唱的还不错。OK， 好来，我们的贤贤也好有在让大家请这个红包，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贤贤也好跟你有这个缘分哦，走到你的面前让你请红包的话，大家呢也不妨拿个十元来。作为我们天年庙的活动基金，是甜又甜轻轻啊！啊，等下我手边够有六十杯，六十杯我托。六十杯，我跟你讲，轻轻啊，你啊轻轻啊，你款本卖了了，你唔惊啦？没有没有啊！你要干嘛？天牛啊！来。嗯。哦，好，可以。哇，讲话很温柔啊。哇，谁娶到你就是很幸福这样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我是查甫，我那是查甫，我就靠你啊。我跟你讲哦，你是我的菜，不知道我是不是你的咸鱼。好，哇，哎、欸，现在怎么样？你，我们唱完这个印度情歌，哇，还有点歌嘞，今天的第一首点歌。那刚有一个安哥点那个歌迷小姐，我有跟思玲讲了，但是她好像不会唱了，所以她没有唱。她有，她会唱啊，她会唱，是，她还没有唱。我也歌声轻妙，对，她没有唱，她没有办法。昨夜星辰，昨夜星辰 ，You know how to sing？ I know a little bit, little bit。哎呦，老笨多阿嘎阿嘎哈那。啊，我这摆唔知年纪有关系，所以哦，逐条歌计嘛食菜叶。什么叫吃菜耶？阿嘎阿嘎的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哇啊，难得有朋友点唱，你又我唔知，我是阿伯点的，我哪会知？要点歌的，点歌的。啊，来来，老师。